为现在很多人把你跟王波杰两个就是凑成一个 CP。对，我私底下我们的手机都是用爱人来互称对方。那老婆看的反应？没有，他说很好啊，他说我很娇羞啊。你看王波杰的眼神就是娇羞，他有点担心他的婚姻会不会不保。提到一点，就是说跟王伯杰两个都是之前就认识，是你们两个在事前有做什么准备之类的？我们没有，我们只说这一切就快点过去吧，就是我们不要多说什么，就来吧。对，你们有 NG 之类的？哎、欸，没有哎、欸，那天其实拍的还比我想象中的快速，就是我们两个都因为导演。其实在事前有给我们看了一些、影片，就是希望我们 的方向，然后我们两个看到影片就说 Oh my god， 真的假的，就是对，然后导演还特别强调说看完就快点删掉，我怕你女儿会拿到手机。我就看完就伯杰，就那天我们两个异常的不聊天，就也没多说什么，但我有买了 whisky， 就是把自己就是多喝一点，然后到那个状态，那就直接来，然后我们就也没多聊，也没多说，反正就直接来，就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对对对对，所以那天拍摄其实蛮顺利的，其实整体还算顺利。从你来最突破性的演出这样子，算是还蛮突破的。对对对，我会往这条路继续的加油，突破这条路，突破，不是，对对对。因为现在很多人把你跟王伯杰两个就是凑成一个 CP， 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尤其是 Netflix 释出的那个影片，对，还蛮有默契。而且我们那天还穿着情侣装，我也觉得为什么？对，希望那就下部戏看可不可以跟伯杰再看有什么火花了。这样有点 bromance。对对，因为对我私底下我们的手机都是用爱人来互称对方。哦，你说你叫他爱人吗？他叫我爱人，我就是会回他说怎么了吗？是你的电话，他的电话没有，就是他就是像传简讯，他说爱人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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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到现在还会吗？到现在还会。我们的感情升温到戏外，对。那老婆看的反应呢？说哪一部分？戏中戏吗？床戏。现在不在讲床戏吗？对。没有，他说很好啊。他说我很娇羞啊。你很娇羞。对啊。我说有吗？他说有。你看完王伯杰的眼神就是娇羞。我说是吗？然后他就说对，然后他当然也觉得哇，就是他是在抱怨你对他们有这种眼神，是不是？可能有那么一点，可能有那么一点。老婆听着那个声音，我会觉得我没有多问他这一部分，对啊。他只有说你眼神很娇羞，对啊。然后我没有多问啊，他他开玩笑说哦，就是他有点担心他的婚姻会不会不保。